一、充分履行检察职能，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，全力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，全年共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27691人，提起公诉32148件，42343人，坚决打击危害城市公共安全和故意杀人、抢劫、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，提起公诉805件，953人。高度重视重大敏感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，办理了21世纪报系敲诈勒索、强迫交易系列案、复系公司声称销售伪劣产品案等一批案件，依法打击电信诈骗、集资诈骗等涉重型经济犯罪，办理了王彦峰等29人特大跨国网络电信诈骗等案件，提起公诉破坏环境资源、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犯罪案件340案件，393人，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。